者是雪梨港跟卫星城市的交通船。你看桥上还很多海鸥在那边嬉戏，夜了他们还不睡觉。这是雪梨大桥，这雪梨歌剧院独一无二的建筑。这就是雪梨港联络附近的卫星城市的码头，往周围卫星城市海上交通就靠这些客厅，这对面就是个儿童游乐场。